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想介绍呢部科大讯飞录音笔，型号 SR502， 佢可以一边录音一边转为文字，方便大家会议记录，又或者上堂录制笔记之后提取文字档案，悭翻好多文书功夫。录音笔有 3.5 寸嘅荧幕，方便操作，亦都拥有8个收音咪，录音就更加清晰。内置智能降噪系统，会将杂音同埋人声分隔，文字会生成一个 Word 档案，方便大家后期电脑编辑。录音笔可以插 SIM 卡或者连接 WiFi 网络，在线录音转为文字就会更加准确。机身背面有一个800万相机，对住文件拍照就可以摄取当中的文字，方便后期文书编辑。除了提供普通话转为文字，亦都支援中国多种方言，另外支援多种外语语音转文字，大家去到国外工作就可以继续放心使用。录音笔采用 USB-C 的充电，亦都可以透过 USB-C 连接手机、平板或者电脑传输档案。录音笔登记之后就会附送3年10GB 的云端空间，给大家储存录音以及文字档案。今日的分享到此为止，多谢收看，再见。